垒上跑者启动，同时棒子打出去了，打得非常的扎实，还在推，最后这个球伸长手臂没能接到，打在全垒打墙上。垒上的跑者持续了向前拔出的狂奔，这分要回来了。我配了一个打跑战术哦，那打击者也把这一球击得很扎实，加一点全垒打嘞。对，瑞胜 timely hit 二垒长打。来加上战术，张玉武提前启动，连靠三个垒包，现在双方扯平了1-1平手。陈玉轩呢，前五局的好投，在这个半局破功。方长勇啊，一路的追追追追追，